全部馬不準備妥當第十場賽事二班千二米的泥地賽，準備送帥最後一戰，準備好嚟日開閘，銀子少少慢啲嘅灰馬啦，尾攻起發財啊！前面快嘅馬精靈勇士喺中間搶咗出嚟啦，喺佢出邊加應精英，喺佢入邊智力同心內欄第四紅運大師啊，第五位咧咁啊，仲有呢只文明之星啦，和武藍眼罩嘅，咁啊再見到喺入邊位置仲有激上啦，出邊啊新力寶啦，後啲嘅馬啦又係紅內欄尾五嘅，咁啊再後邊嘅馬咧仲有恭喜發財啦，韋小寶一路兜出邊藍三嗰匹啊，大約進至尾五嘅，尾銀子咧包咗落尾內欄位置，係嗰只醒神。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带头噶嘛，系精灵勇士啊，第二位咧就加应精英啦，内栏第三智力同心啊，鸿运大师咧就惊运啊，攞出去啦，新力波啊兜咗个大弯啊，响最出嗰边仲有韦小宝啊，后啲先见到恭喜发财啦，等入边咧就醒神啦，咁啊再见到大外档嗰边咧仲有恭喜发财啊，好啦，斗到嚟最后200米到啦，精灵勇士抛离咗个零身位，中间位置追嘅马咧有加应精英啦，鸿运大师咧外边上嚟仲有醒神啊，最出嗰边系韦小宝啊。最後100米到，精靈勇士已經將後面的對手拋甩，就奠定勝局㗎啦。睇下第二名係邊只啦？中間位置醒神上嚟跑第二，第三名嘅馬係韋小寶，第四名咧係嗰只紅運大師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只精靈勇士咁啊都不負臨尾嘅眾望啊。咁啊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打踏贏啊。跑第二名係嗰只醒神，第三名韋小寶，第四名係紅運大師啊。有精灵勇士临尾落到 6.8 倍嘅陈家熙，咁啊方家柏就起马啦，跑第二名咧系六号嘅醒神啊，波件事，咁啊一号嘅韦小宝啊，蔡明少第三，第四就四号嘅鸿运大师莫雷拉。咁啊复出都有买赢啦，陈家熙、方家柏今日都起马，都系借佢减几磅啊，咁啊一路摆钱，前面都放得唔慢噶，不过一放到底，即系加咗眼罩都好进步啊，继续都赢。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二号嘅精灵勇士啦，度赢68蚊，位置派18.5；跑第二名咧六号醒神，位置派28蚊；跑第三名一号韦小宝，位置派28.5；跑第四名就系四号嘅鸿运大师，连赢二搭六派364.5，位置 Q 二搭六派119蚊啦，一搭二派76.5，一搭六派159蚊，时间1:08.11。大股标准时间啊！一线左右，二重彩二号六号顺序派601蚊啦，单贴一号二号六号派1127蚊，咪赢到收姜啊！不过文明之星使唔使兜咁大个弯啊？田海岸，你醒神都可以摄到埋佢啊！三重彩啦，二号六号一号顺序派3920蚊，真系望啲鸿运大师喎、啊，咁转位转得咁靓啊！结果第四，住嗰个靓位噶啦，已经。三九二嘅派彩啦，胜出进入 A 一届嘅热门系21.5。咁啊，出动到莫雷拉都冇用啦，咁就系。因为佢唔系重磅啊嘛，但系一转一劈落都唔够人冲。咁再减下分咯，187分。提提大家下期的赛事咧，喺2月3日年初三啦，喺沙田举行啊。头场开跑时间系12:30嘅，农历新年赛马日，年过年关过关啊。虎年啊，赛事话。咁啊，牛年最后一场赛事系田，由陈家熙赢马。
初三就十一场啦，咁啊嚟紧跟住星期日咧就跑马地日茂啊，季内嘅第二次。咁得意嘅就係落 win 飛冇 Q 飛，一係贏曬，一係 Q 都慳翻。呢只精靈勇士 win 飛都有落嘅，暫時都仲未見到方家派入場啊！嚇，遲少少啦嚇。唔緊要啦，唔入場成績都咁好喎、啊，起碼。四年環嘅月計派彩，一號、二號、四號、六號派538蚊。四重彩嘅预计派彩啦，二号、六号、一号、四号，顺序派16345蚊啦。今日嘅赛事系顺利举行啊！哇，咁快就过年啦！时间过得几快，咁快一月尾。嗯，我亦都睇埋呢一个巡逻影片啦。起步中间嗰只恭喜发财就撞一撞啦，结果隔篱啊精灵勇士陈家熙咧相当之快闸嘅，好快出咗嚟贴栏放头啦。智力同心就跟住佢嘅，埋边就鸿运大师啦，中路就激上啦，文明之星啦，嘉应精英都埋紧嚟嘅。但我当就一路都顶住外搭嘅新力宝啊，韦小宝都唔好形势嘅。包尾嗰几只啦，咁啊见到又系红啦，恭喜发财，灰马银子贴栏包尾咧醒神、啊。哇，文明之星制月都麻麻地嘅，一定咧就四叠。咁啊，韦小宝都话转弯前啊，嗱声拱几步埋三叠，蚀少了一两浸啦吓。咁啊，韦小宝咧就都仲孭住顶分，仲克服到识追得上名嘅。文明之星蚀完呢个弯咧，就翻嚟唔系好冲啦。咁啊，前面啊都系摆头有着数噶啦。咁啊，精灵勇士咁啊都越放越甩。咁啊，莫雷拉咧转弯线出嚟个位咧，真系靓到一绝噶啦。咁都批到冇啊，真系有啲失望啦。咁啊，其他马就醒神啦，始终路有专长。咁啊，二班就都仲会冲得近嘅。咁后面嗰堆又真系甩开咗啦，麻麻地嘅。第十场赛事都复榜完毕啦，派彩作实。位置 Q 派彩二搭六派119蚊，一搭二派76.5啦，一搭六派159蚊。三拣一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一格夜热满系21.5。二重彩二号、六号顺序派601蚊啊！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六号派538蚊。四重彩二号、六号、一号、四号顺序派16345蚊。孖宝啦，头关七美关二派363.5，头关七美关六派87.5。第三口孖 T 派40664蚊。三宝啦，头关六号、次关七号、美关二号派2517蚊，如果美关六号咧就派501蚊。六环彩派1380蚊。六宝奖派65468蚊。睇埋尾场分段时间啦，头段22秒97，第二段21秒7，末段23秒44，完成时间1分08秒11，快过标准时间少少啦。咁啊，睇埋今日各场头马资料啦。咁啊，练马师方面咧，今日得几个马房有马赢啊，喜马啦、希斯啦、方家柏啦，咁啊，蔡汉同埋沈泽成啦。咁啊，沈泽成更加凭呢个浪漫勇士赢埋咧香港经典一里赛。骑师方面啊，田泰安喜马咁啊，做咗骑师王啊，巴道亦都赢两场。咁啊，另外就莫雷拉亦都有马赢啦，都恭喜新骑师啦，就加里咧，今日咧一获场咧即刻啊旗开得胜啊，赢只团结必胜啊。咁啊，跌到睇下之後啦，可唔可以繼續持續進步啦？
咁另一場嘅三級賽咧，八週年紀念銀屏咧就超級軍團贏嘅話，咁啊嚟緊咧就會係年初三嘅賽事啊，就星期四話咁啊，月三號啦，十一場賽事，頭場就12:30開跑嘅。今日直播時間差唔多啊，多謝各位收睇，我哋年初三啊賀歲賽再同大家賽馬直擊，拜拜。